今天啥日子啊？馒头啥日子？馒头？你就问他大日子啥日子啥日子？情人节啊，今天我记得了，媳妇儿。那你给我准备了啥礼物？哦，我一看你这个表情，你就是没有没有啊。这就跪榴莲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。纳尼？行了，你到我来医院干啥？带你体验一下分娩疼痛呀。滚吧，不去不去，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先我体验分娩疼痛，果真是亲媳妇啊。这个新乡市妇幼保健院啊，如果来这里生孩子的话，可以让老公免费体验十级的快乐。哇！哎，哎，这一级多一点啊？这孩子在一级多呀？对，我去，将近二级了啊。二级。啊，其实我们一般就是，哎呦，五级起步啊，对于产妇来说，那就是五级起步，你这叫原地踏步踏。这现在是几级？我去，三级刚到。这三级吗？我感觉我肚子抽筋。十级啊，十级。三级都这样，我去，这十级。我去，哎呦。我们要往上加了啊！就是这是来月经的疼痛。这有事吗？啊！哦，咬牙坚持，这哦。现在是勉强达到四级了啊、哦，嗯，四级怎么样？这个时候还没开子嘞吧？还没开始嘛，我们是五级起步吧？你知道生产第一个孩子要需要多长时间吗？啊，就这种疼痛哈、啊，从弱到强要十几个小时，你才能体验几分钟。对，我刚开始三级的时候是最难受，现在三级到四级几点？哎，有点过渡，还好能承受。啊，五级，假临产到真临产啊！啊。我勒个去！你也在生？哎呀，姐，子宫口还没开呢。我感觉就是一个几十斤大石头压在肚子上面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哎呦，急眼了，六级。六级。对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乖乖的，哎呀。这个生孩子主要是子宫的肌肉疼，可是你没有子宫，宫缩可疼了。对，子宫收缩力是最疼的，你这是直肌的，腹直肌肌肉疼。你这个样子呀，最多子宫口开有2公分。你目前勉强达到七级了。你可以喊出来。7.5了哈。哎呀。哎呦，你也给你肚子里的宝宝说句话吧。哎呦。我们女同志在生的过程中还要遭受检查的宫口的痛苦、啊、对，内检，内检的痛苦啊，你这是哪逃哪呀、啊、是不是、哎、根本不行，错得远的、哎、什么感觉呀、啊、刚刚打到八级八级了，四级，这是八级啊。对，我能体会现在生个孩子要半条命的感觉了。这是几级啊？现在到9级了。8.5。啊，这才8。你看，你的脚已经开始勾了。大腿，妈，大腿，我这。你坚持到10级，我就给你生二胎。这个，哎，我的个去！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要抱着腿往下使劲的感觉。你我试一下，模拟一下。对，你模拟抱抱腿的感觉。那我们要指导产妇啊，就这样子，把腿分开，往上抱。不，啊，抱着，这个也疼吗？是，我这更疼了。好，腿向下抱。哎呀，我去！一定要把腿分开了，用力了，使劲了。快了，挑战要成功啊！哎呦我去！屁股整个翘起来，手用力起啊！哎呀，使劲。在疼痛的时候还要往下使劲啊，用力啊！哎呦我去！我勒个乖！哎呀，宝宝才能出现，现在9.5。啊！我去，疼！大夫，你直接给我弄到十级吧，让我早点解脱。现在是十级，腿抱好啊，腿都对着，没抱到位。哎呦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这教孩子，太准时了！你掰到哪里了？我脖子跟一条线上，腿要抱好才能生个孩子。我这关键，我这一抱疼，你这也得必须抱呀、啊，我们才能把这个动作完成。哎呀，我抽筋了，肚子抽筋了，肚子抽筋，哇！哎呀，我不体验了，可以了。Later， 媳妇儿。我越想越不对，你是剖腹产，你让我去体验啥顺产的疼痛啊你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没良心，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是不是？我说我是不是给你脸？他说没事儿。